网友们、同学们，大家好。我们这次收到的作业呢，都是隶书的作业，写的是"鸿门上意"这四个字，我们留的作业。那么第一位同学交来的呢，叫宝儿，他写这四个字呢，我点评一下啊。先说"鸿"字，"鸿"字呢，基本的结构是对的。只有这一笔，它起笔是方笔是不对的，它应该是漏风直接上来就对了。文字的结构有问题了，这个文字呢，这一撇应该在这个位置上，没有这么低。另外收笔呢，不是一个圆搁的，是轻轻的收笔，这笔是对的。上字呢有一个问题，就是什么呢？这两个点。碑上不是这样，这不是连接的，是两个空着的这样的两个点，这个没有连接。意字呢，他看那个碑上啊有错误了，他错误是什么呢？这个不是一横，一定是这是个残碑，它出来的残碑之后，你误认为它是横了，它不是，它是一个撇之后呢，这是一个折笔，这样下来就对了。把这个处改一下，就非常好。